14:01，拍摄是554支巨阳海线北回信号，欢迎的一电头加3节型包侦测加8节举光号摄像，行包行驶自动的举光号，这边实际男子证。 而且这个55支巨阳海线北回信号，欢迎的一电头加3节型包侦测，然后加8节举光号摄像，行包行驶自动的举光号，1202。 又是这节35段 FPK 1040，举光号测网，谢谢观看，1500。